省级、全国第一，我这个都是获得了国家专利，山东零食分一老字号，我这个都是全国第一，没有磨坊的，磨坊是全倒闭的。我们欧记的专用的摊子，高峰期就是这些摊子6000个就一天熬完。我们的欧记最贱的是120，最贵的是300，最忙的时候6000来个，这不最低60-70万吗？我的味道就是全国独一无二，谁要感觉味道比我超过我把这罐头砸了。这是用的什么鸡啊？老母鸡啊。几年的？这是2年半以上的，最少2年半以上的。2年半以下都不行？不行，那个年数短我顶不着活。那老母鸡不就是淘汰的蛋鸡？不是，也有这个家养老母鸡。这一步是做什么？这是给鸡洗个澡，沐浴一下子，就是擦擦水。你看咱这2年半的老母鸡拽都拽不动，死都死不动，是吧？这一只鸡有多重啊？3斤半左右啊。我们这个欧鸡啊，从来不放盐，放咸菜。我们这个咸菜也不便宜，65一斤啊。怎么用这么？Thank you.